Walk straight in and watch film. 等会儿咱们把这活动太冷了。相当合理。太冷了，拿一个，拿一个。战书，这啥玩意儿啊？哎，这是谁整的？这是？这肯定节目组。那个高度，然后不太好贴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搭了椅子上去吧？是不是拿梯子贴上去的？挺高的。谁给我们下的战书了？李伟浩，哎，谁放的呀？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算了，子龙，你让给让。再来一次啊！我够得着，我捏不着。宋伟豪，你们这是真牛逼了！还都是我的，还挺高的。然后我在想，那对面那人，那是有多高，就给他放到那了。人家给我们下战术了，你们够都够不下来。来，李伟豪认真了。写的啥玩意儿？来了，翻译一下，翻译一下。你好，追梦队，我们是你外战第三对手。Dream Team. 澳门战狼队，原珠海战狼队，在2018年正式参加 ABL 职业篮球联赛，后迁到澳门，是澳门第一支职业篮球队，现隶属于 ABL 东南亚职业篮球联赛，是一支国际化的职业队伍。这帮外援吧，以前有遇过，从个人能力上、身高优势上啊，确实要比我们强很多。他们的后卫还有内线2米16的泰勒，原来都是当过对手。对方有能跳的，那么可能比李伟浩还能跳；有壮的，那比齐诚还和路易桑还壮。所以说我们的内线压力非常大，只能说感觉很狂妄。因为他上来就给我们下战术，就是来挑衅我们的意思。他说这种对手坚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摁死。但既然对手给我们都下战术了，我们也派几个球员过去。过去之后，我们也挑衅一下啊。龙哥去，小黄去，那个伟浩，路易桑哪去了？他不是腿不是拉伤了吗？唯一一个肉盾还伤了，齐诚。凶一点，我们得气势压过他们。哦，第一印象其实看到的时候有点倒退一步，就倒抽一口气，就觉得天哪，真的太高了。而且有一个人可能是三四个齐诚组合起来的，他们一撞的话，然后球员们如果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们几个在队里虽然也是人高马大的，但是当我看到那些外援的身影的时候。汤米之前是 NBA 球员，他在勇士队待过，不能低估他吧。爱德华兹他的身体能力应该处于巅峰的时期，运动能力非常好。 AJ 他是比较快，外线也有篮子，属于是个比较神经刀的角色。泰勒给人的感觉就是高然后壮，就确实篮下巨无霸的那种感觉。从论对手的实力来说的话，这一次是最强的，因为毕竟对面是职业队的，这次来六个外援嘛，所以我们其实压力还挺大的。就你了。哎，怎么于达生跳槽了？对啊，就是我被复活了。我才发现这里面有认识的朋友，于达生也是这期节目大家一起，其实差一点就走到了追梦队。我带了我们队最好的内线球员来应战。好，我也派出我们最好的球员跟你们打。好，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跟追梦队的一个交流的活动，有一个内线一个1v1的比赛。我们给追梦队下了战书，提
听说他们很强，当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交流比赛，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他们真正的实力。My purpose of putting the challenge letter as high as I could on the backboard was to show them what I could do and my athleticism, just give them an idea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will face. Okay, killer, come on, let's go. Oh, man, come on, man. Yeah, killer. Hey! Hey! 加油，加油！两攻两守。加油，别受伤了。第一感觉还是有些压迫吧，因为毕竟身材方面也比我大好多，对于他这一点确实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确实是一个难题。我李伟浩，我本人非常欣赏他，他的移动速度和弹跳能力都不错，但是跟职业球员这种强烈的身体对抗的情况之下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Tommy go next， 加油龙哥，加油加油加油。上一个 Tommy 很强硬，哎，怎么打这个嘴不动，嘴不动，他们高。 Tommy 之前是 NBA 球员，如果你能打到 NBA， 那就说明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350个球员之一，不能小看人家吧。跟龙哥对位的那名外援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一是有经验，二是打球的这个风格其实非常稳健的，能感受到他们这个身体是非常强壮的，包括核心力量这些。Nice guy, come on. You will show me them guard skills. 哎呀，好恐怖，这个我会害怕。Oh yeah. Hey, 安全不要出意外。哎呦。Hey, it's too easy. 泰勒他的身体的这种先天的优势，是我们内线保护篮筐包括低位单打一个非常倚重的一个点。追梦队如果想在泰勒面前想轻松取分其实也很难。掏到球起来，对对对，完了，两分。哎，就我在后面防呢，我感觉前面人看不见我，真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如果我们单拉出来就一打一的话，我们谁也打不过。以前我们打前两场外战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是说内线的低位单打吧，这一方面是比他们占优的。但是今天对手的内线是泰勒，然后包括剩下。